妈都在这里挂电话，我真甘心。我若搁提示，就无依无束啊！那呢，就安尼决定，阿明，爽，来，我叫你一杯，啊，让你开心。你讲迄个玛莎是兄弟人哦？嗯，这种人跟他不定时炸弹同款。我烦恼安平，该惊想我，早晚会去回团的着。你也甲苦劝一下。多谢你对安平的关心。伊若回来吼，我甲讲啊。嗯。绝对袂用让安平去对迄个玛莎。我看玛莎即马甲安志忠为着利益，已经甲作伙。万一安平佫对你玛莎身躯边做代志，死到连安平拢会甲我作对，安尼春华会做少我心。是讲，你来去实在天下地啦。有啊，妈。安平，听讲你即马甲一个叫玛莎兄弟人行啊，足晏子。妈，这人奈来难道？你敢知影，伊是贵从面的人。安平，你误会啊，我唔是贵从面的人，我是生理上来往。非你就是两辈为干啦。甲伊真心有关系的人，阮都无怀疑。安平，明安尼无礼貌。妈，伊到底是啥？我是乐乐的爸爸。你是乐乐的爸爸？嗯，歹势，我唔知你身份。头拄仔看你佮郭崇明两个行做伙，我佫想讲你佮伊有交集，要成为阮家的人。袂紧，你妈妈会当佮你挂保证，我绝对唔是歹人。我佮郭崇明只是生理上的来往而已。啊，不头拄仔看你佮郭崇明两个酒店的关系。敢若无啥单纯哦！你今日来找阮妈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哦，我跟你妈妈。安平，茂雄唔呐讲是乐乐的爸爸，嘛是我老朋友啦。哎，嘛是讲哦，诶，我鼓励细贤去追乐乐的啦。啊，伊安尼拄啊经过咱家门口啦。啊，起来找我开讲，也无啥。妈，你这个老朋友，敢若甲郭崇明交情真深，你也较细听。不管哪讲，咱是长辈呢，明仔都无规矩。甲郭崇明有关系的人，咱就要较注意。好啦，莫阁讲啊。茂雄，我看无早，你已经回去啊。我看安平对我有淡薄误会，你也替我好好解释一下。两公，我过来看你。顺行哦，安平啊，哎，你都爱欢迎的伤过头的哈。妈，咱让郭崇明害个这样凄惨，敢讲还阁嫁袂乖上？这我知啦，你免那么讲这啦，我免替我烦恼，我这顶多是烦恼你啦。啊，你哪敢兄弟行遐远哈？是刘妈想讲的吼。啊，你敢知影，迄个环境是足复杂的呢，哈？你莫听伊乌白讲啦，我甲玛莎大英讲得真清楚啊，我无可能去做乌的。伊拄仔好要转型，顺续安排我去饭店上班。你要饭店上班哦？妈，你放心啦。你免替我烦恼啦，我打去用拐出来，我更加怣，嘛无可能去做歹代志，行回头路。但都是你家己，我看刘茂雄更加安怎看，就是有问题。你家己细腻，莫家己惊上我。我来个困。
摆就对茂雄印象正礼拜，以后是要安怎解讲我甲茂雄的关系咧？认真的人上快乐，你若无去嫌，大家做伙来坐。中华，请你袂歹哈。哎、欸，阿敏，哇，这样行，你有时间看啊？大家你关心一下。哦，林良诶，多谢。中华，嗯，今日那去唱那首歌，就是表示你已惯习这套了哇哈。当然咯，即卖逐工生活正常，而且赚的哦，清气钱，人当然嘛轻松。哎、欸。哎对啊，阿敏，你唔在找头路，阿找到诶？有啦，阿找到啦，去饭店上班，马上来介绍啊。哎阿敏啊，坦白讲啦，马萨人是袂歹啦，做老马真义气，啊不过伊就是遐尔人啦。你看我付出真大代价，才脱离迄种生活诶，我是感觉讲哦。你也是莫去马萨遐啦！你做人这么单纯，佮有这么正常的家庭，实在无需要走迄条路啦。看你紧张到安尼，咱斗听遐久啊，还佫无信任我上。其实马萨大事遐尔济，就算讲要甲斗三工，做嘛是正当的头路。无咯，我毋是毋相信你啦。人咧讲啊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即句话毋是凊彩讲讲的。真侪代志哦，拢是一步一步，脚步打叉了吼，还阁唔知影。有时阵吼，人拢已经聊得起，还阁唔知影觉醒。到底呢？听我的口讲，卖去对马杀，啊无以后你会真后悔。阿弟，免替我烦恼，我无这么好怪。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拍家己的天下。搁再讲，我嘛需要这份头路。到顶诶，小心吧。宝宝乖，宝宝辛苦了，还没吃几米大鸡翅。阿弟，已经真晚，先来困哈。我嘛想要困。怎怎啊？哦，你是想要带恁爸爸来看你对吧？啊，不过即摆已经真晚，我想恁爸爸今仔日袂来，你也是先困好不好？我要等爸爸回来，我才袂困。嗯，宝弟，你愈来愈黏恁爸爸哦。啊、爸爸卡了。喂。喂，小华，我临时哦接到一个人客，长途的啦。叫我再去新店，啊，回来台北的时阵可能半暝啊，我落去看宝弟啊，你也讲一下好唔？好啦，啊，你家己要说你的哦。欸，你跟宝弟讲话无？好啊。宝弟，你爸爸，你今仔日来看我好不？爸爸在上班呐，啊，不过爸爸答应你哦，明仔哦，爸爸一定去看你。顺便带你去吃牛排好唔？爸爸，开车要小心哦。我知影啦，宝弟啊，你嘛乖乖较早睏哦。好，爸爸晚安。好，晚安。宝弟真乖呢，来，紧睏。你来困吧。嗯。大姐，你搁在烦恼安平的代志啊？哎，迄个茂雄哦，讲到有脚有手啦。我较惊迄个马三哦，唔知被安平去做一寡违法的代志无？大姐，你心内想遐尼济啦，上起码伊即马做的拢是正当的头路啊。
啊，你唔通袂记得呢？迄饭店的董事长是迄个郭崇敏啦。我是惊安平哦，无法度将这款温暖哦收分放回去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伊咪有法度好好啊上班。而且迄郭崇敏哦，早晚一定去找安平的麻烦啦。有一天一定会起冲突啦。经理，我上来。是哇，歹势啊，正话过来加了。啊，你不是走先着？等下啦，为了要看宝弟，我可要紧嘞，一日塞五站啦。你真正是好主嘞，对吧？哎，叫我坐啦。小姐，歹势正话。莫安尼讲啦。啊对了，我听明讲，你要饭店上班哦。是啊，阮大姐等你还这件代志啊。歹势啦。当初若不是因为我哦，和安平不要记玛莎，今仔只代志特别来发生啊！恁大家对我甲宝弟拢真好，我所害安平，和恁得烦恼，我是。这边来很怪你啦，这是阮安平家己的选择啊！我先不是惊讲这个郭崇敏哦，交阮家的恩怨，会影响到这安平啦。这贵球迷下，到底想怎啊？对吼，你捌听过安平讲过，阮淑华过去有一个男朋友无？啊，迄个男朋友糟蹋阮淑华，糟蹋甲足忝的。有啊，你来面的时阵哦，安平常常骂伊是真心啊，大概讲到伊哦，就家己出气。啊，不过我听讲。伊就是爸爸的亲生爸爸，敢讲？无唔对，迄个人就是郭崇敏。小等下挂啦，小李啊，我感觉感冒真严重，我惊甲孙话着，啊，你是不是用甲我拖一工啊？这拖两工，你也咧怕忝。讲你咧我爱孙，我怎唔相信？小李，我真正足感冒的啊！你慢我过来，较退较退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哦是联合饭店的酒会，我是志忠的太太。嘛是伊事业拍呢，一定要去招呼人客。啊，唔过囡仔，哎呦，啊，你口罩挂的较细里顾得好啊。无啦，我想要因为哦，个抵抗力较弱，我会惊讲哦。我是总经理夫人，无陪志忠去是袂用的。我警告你，我当然，若是看到囡仔拍卡手，我找你算账啊。不过是咧冤家。无啦，我是甲妈交代一寡白皮的代志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咱已经出发啦。好，对。志忠，志忠啊，阁有啥物代志啦？志忠啊，啊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嘉玲是你的太太，啊，你今日这酒会，啊，要带小丽去，我感觉无妥当啦。啊，这么正式的场面，应该是嘉玲陪你去啦，啊，无外人来讲话吼，那是破坏到你的名声呢。你是刁哥在搞我洗面哦？我即马是总经理夫人的，赖嘉玲早就出局啊！以后这种场面，我陪志忠去就好啊，就袂有人讲闲话啊。志忠，啊，你真是来带小丽去？啊，嘉玲看到，伊会真伤心哦。啊，你真是一万把一斤斤，看你无笑。哎，敢拢无甲你斗相共？好啊，我但是袂顶过，也袂顶过。即摆小丽咧教我咧拍拼事业，我感觉真甘心。以后阮的代志就莫管啦。还佫我甲你讲，你若想要继续住在遮，就莫后壁讲话来伤小丽的心。咱来走。看好清，认好明，小杨才是这间厝的女主人。从即摆开始，你上好较巴结的。哪个好听到你跟我一句来一句去，
也是在我的面头前讲到赖家玲，我绝对会把你吼出去，让你永远看不到这个孙。别啦，别啦，那安尼就把我较认真的啦。我回来的时阵，我要看囡仔愿食饱饱，乖乖安尼睏啊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啦。较谨慎的啦，口罩给我挂起来啦。来面请，啊，今日啊，就好阮饭店好好招待你。安总，请问边啊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阮太太，饭店总经理夫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面请，来面请。多谢啊，多谢，多谢。来面请。好好招待，就谢谢。哎，王大，哇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来面请，来面请，来面请。哎，马萨大。哇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，热热滚滚哦，哈！你唔敢入啦，入就到时你搞上去，别闹可能即款条命。哈哈哈哈哈！唔知，讲一个讲，我那藏真侪真贵价嘞，怪唔讲你的分量吼，那控大了，生意会当安尼愈来愈丰盈，安尼啊，我的钱，唔听是钱也惊，这个愈吃愈大。这你放心啦，阿饭店我咧看，真紧你就看到伊算啦。上好是安尼啦，无问题无问题。啊，对啦，我阿你介绍一个我阿妈一个朋友，伊叫罗安平。罗安平，你好。安总，你好。嗯，哎，既然啊，所以家己的人，我就直接讲，这个少年啊真有将才，我嘛真欣赏伊，我希望讲你啊。以后当好啊重用伊，请伊来饭店上班。罗先生，啊，你过去刚捌做过有关系饭店的工作？无咧，啊，不过我真辛苦，而且会开始吃苦。安怎？有问题哦？啊，就算讲无经验，总是冒少年一点仔机会啊。无啦无啦，免遐有问题。只要是马上你背书的人，我绝对好法重用。安明，欢迎你来阮饭店上班。王总，请多多指教。啊，加油哦！嗯，马上，来，来面请。嗯，马上过来。哦，马上过来，欢迎光临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你今晚是咧欢迎？当然啦，今仔日是饭店扩充的庆祝酒会。就是要有马萨大这么重量级的大人物来捧场，气势不才会出来。是啊是啊，嗯，过当的，你嘛袂歹啊。不对，迄后来我才知呢，才讲你常常在上这八卦周刊的封面，哎，孙家你嘛是一风云人物啦，啊。马萨大，你讲笑啊？来宾请，我陪你饮一杯啊，啊。哎，聪明啊。马萨大是我特别约出来贵宾，我真系好，你去忘记你的。马萨大，请。嗯，真正老年人票。安平，请你爱相信我，我绝对唔是你想的迄款人。我甲你妈搞定成功，希望你会当改变对我的看法。你可能无啥了解，阮甲贵总理的恩怨，无遮尔简单。只要是你家用的，就是你跟我做对。你对我偏见，我袂怪。啊，也唔过路遥知马力，输球即人生。以后你会知影我甚款人。即马我无需要对你讲遐尼济。是。安平，安平，你也徛着边哦。我是啦。绝对袂甲亲生假公平。啊，你安尼讲就伤感情啊！先莫讲我是你的姊夫，老邓甲你的关系搁较亲呢。敢讲你拢唔免替伊顾一下面子吗？有啥物直接讲，莫囥个细提身。
你唔知影老董的是你妈妈的初恋情人，即卖佫逐工伫咧培养感情，凡是未来老董会变成你的变老爸，所以你应该爱跟阮徛共边才对呢。我替你报仇去！啊？但你唔知影老董的是你妈妈的旧情人哦。哇，我佫听讲老董的是你妈妈这世人上爱的人。啊，但我知影，可能是你妈妈感觉歹势，才唔敢甲你讲。啊，不过趁即马你知影嘛好呢，安尼你以后才知影谁才是家己人，袂阁夜倒起来乌白扑。哦，我莫讲伤济啊，今仔日我是主人，阁要招待别人客，哈。敢讲，妈即马甲刘茂成在交往？无可能，无可能。总经理的恭喜咧！今仔日的酒会哦，办甲真成功哦！这个是帮你的福气啦，那是对。我拄则听讲罗安平嘛，帮你的福气，要来饭店上班呢。那是对，我想你嘛探听到啊。马萨大就是我背后金主，但即马既然马萨大开嘴啊，我甲严伯平是金主，我当然爱替罗安平安插一个好位置啊。安那，啊我当当一个总经理。啊！刚刚连这小块人事命令都要给你报备啊！你安尼讲就严重啊啦！其实哦，我是烦恼你呢，志忠啊，你要想个清楚哦。你甲玛莎这种大老板借钱，等于是请鬼拆药单，何处有机会存入来饭店的内面？此教饭店的生意愈做愈垃圾，你是要负上大的责任哦。多谢你的提醒，要我也未发生的代志，你不想过烦恼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我就不会讲啊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代志。你敢知影罗安平是甚物人？我唔知。若是你的冤仇安尼拄好，我会好法重用。哈我嘛算是有真亲的关系啦。重要的是，罗安平因妈妈是林春华，林春华是啥？你应该有熟悉吼。林春华因母仔甲彭世贤的交情真好诶。即届你恐惊的是因贵立体，此教罗安平若甲彭世贤联手，内神通外鬼，吼吼！你这堂堂的总经理，会应付甲真正力。若真正是安尼，这嘛是我的命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踮咧社会上站了遮久啊。那是真正遐尼好对付，就会生做到这嘛。多谢你的关心嘛。洪志忠，你莫受气气，死狗喙齿互我扳起来，你就知疼。参加恁个伴娘酒会，听了郭聪明讲你甲刘茂雄的代志，你甲刘茂雄过去是不是有这段感情？是啊，这代志对你敢有什么影响？你即马阁甲伊在交往？那是以前的代志啊啦。在我甲恁爸爸结婚以前，我就识在刘茂雄。过来去日本，阮就毋爱见面啦。阮即摆阁见面是因为乐乐的关系啦。我即马甲伊，只不过是朋友啊。
普通的朋友。妈，我不是要感谢你交朋友，更加不是要做东，你去找找你的无。我嘛真希望你会当找一个伴，陪你走过你后半世人。啊，不过亲像刘茂雄迄款人，甲郭崇明行做伙，伊根本就毋是好人。所以我希望你会当甲伊保持距离。安平，多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我拄好讲啊，我甲茂雄是普通朋友，我嘛无期待讲我甲感情上有啥物发展啦。我看得出来，迄刘茂雄对你还阁有期待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你莫阁甲伊见面啦。其实一寡做法我嘛是真反感吧。徛在朋友立场，我是会苛劝伊。啊，不过也无需要讲断绝来往的这个地步啊。你想我甲伊当好哩？这款人无需要甲伊做朋友。安平，你安尼是你介绍我交朋友的自由呢？我是烦恼迄个刘茂雄，过来找你哥哥的，死到受伤的人是你啊。安平，妈，咱母仔无必要为着这刘茂雄，直接讲啊，颔棍啊金大细条。啊，这位是阮太太，帮店总给你护理。见笑。真正是见笑死，乖乖啦！亲戚朋友、饭店客户，大家拢嘛知影讲哦，嘉玲是志忠的太太，爱心嘛伫电视公开讲何小丽是的太太，即嘛是安怎？是宣布讲已经离婚啊，还是搁要娶小姨？真正是家门不幸，出个这个不孝子，娶迄个无情状的查某，踮咧电视顶面哦，下死下情。妈，你唔免去干呢啦！今日联合饭店记者会哦，迄是有玛莎、迄罗马定伫遐，所以遐记者才唔敢去遐何小丽的代志啊。倒一天哦，媒体若是看八卦新闻，把何小丽介绍台拢呕出来，到时何小丽想要遐啥看道仔都袂赴哦。啊，不过吃苦的也是大嫂，大嫂踮伫厝内，就甲咱王宝钏苦守寒窑。目屎也是吞不来，大嫂，你着看较开个啦。何小丽即马想要伫个电视内底嚣摆，你着回去嚣摆啊。咱等伊较落座个时阵哦，再来替伊拍婆啊。嗯。何小丽要咱伤害我，我拢不要紧。啊，不过我是惊伊安尼做，死口受着伤害，是咱安家。电话给我啦。哦。你要创啥？卡号志忠啊！问伊到底在创啥？妈，唔免卡啦！我拄只卡伊的手机啊，想要甲伊恭喜，伊都唔敢接啊！你即马卡给伊哦，伊拄啊好惊到关机。我卡伊厝的给伊。喂，美琴哦，志忠嘞？无伫个，啊，无要紧啦。哎，我问你嘞。啊！你这个做妈妈的，始终拢免小干妈一个哦。安尼久在伊踮咧吼，外口带好小丽踮咧下死下情，你是咧创啥？你来扫家呢？你扫家呢？搁伫替伊带囡仔？好啦，我莫甲你讲啦，你哦紧去予医生看一下啦。妈，阿碧琴妈妈是安怎啊？嫂甲拢袂讲话啦，啊，搁伫咧替许小丽顾囡仔，哦，真正是天地颠倒变，啊，即嘛换新妇伫咧做大家呢。伊安尼身体无爽快，搁替许小丽顾囡仔，唉，安尼变哪样个啦？妈，我想要去台北照顾伊，敢会用个？讲到伊哦，阿母仔真可怜呐。你若要去台北，迄是无要紧，啊，若许小丽伤计笑，你毋通计点点伫互伊欺负呢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在意啦。啊，不过我是烦恼，我若去伫台北，饭店的工作会无人做。妈，我敢明去请明明暂时代替我，
没影啦，我伫饭店也无任何职务啊。无讲麦当时会聘请你做总经理，啊，你才要做嘛？我唔是这意思啊，妈。妈，你都无答应，我哪会敢我袂答应大嫂？饭店的工课若要做，做会好上要紧。什么人做拢同款。那安尼，你是同意明明替我咯？伊若要做，我敢会甲动？明明，那安尼，我无伫这段时间，饭店的工课都要拜托你哦。妈，若是答应，绝对无问题。大嫂，你放心啦，饭店的工课哦，我一定做甲真好势，你免烦恼。小哥一直问我技术霜是啥物牌子诶，不一定哦。明仔载你到我的相片哦，会看到专门介绍时尚名媛的版面哦。啊，恁回来啊，嘿哦。是对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听到无？有啦有啦。我想要请一个专属造型设计师，以后哦，我甲你出席 party， 才会是你的名字啊。你讲好不？好啦好啦好啦。相信诶，那你明仔我一起造型师，不用去自装哦。哎，你今仔是安怎？啊，你不挂口罩，你又挖回来，你是条狗爷哦！你那老乡人咧搞，我想我来甲骗一个啊！真正是捌你，搁兼无卫生，你也是怎这么不讲话？规日卖穿啦！有才调，囡仔就家己要啊，免对猫大细声。家己来，你会跟我走来？骂人艰苦，我等来照顾伊。哦，原来是等来做友好新妇的啊，不要紧啊，啊你要做你就做啦，志忠哦，我来照顾就好啊。你人无爽快，搁要替伊带囡仔。你敢把你当作是大人？你看待？对啦，你偌家连上牙，一个人哦，还有好两个大家，安尼敢有啥物路用？对啦，啊你今日敢有看电视？至少哦，当全国观众的面头前讲我是伊的太太呢。我看你也是秘伫咧家己，莫出现啦，较袂叫人问讲你是谁啊？我唔是等下跟你冤家，你无甲骂洪台好势，就是你唔对。啊，我无友好，无你甲带转去家己友好啦。啊，甲迄另外一个老的住做伙，那呢哦，世界饭店先算先去找养老院哦。志忠，何小丽讲这款讲的是大话，敢讲你真正当作人无听着？你明知伊讲话拢挂起，你搁惹伊哦？哈，你唔对，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转来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是转来就来冤，若是要安尼，规气拢莫转来。小弟，家己的囡仔拢唔免讲。家玲，莫甲伊冤啦，我要紧啦。走啦。你少干安尼。小等下，我陪你去给医生看吼。你哪里哭啊？我来就好。歹势呢，我安尼给你麻烦，出来病院安尼地大重的。你莫安尼讲啊！医生讲，你感冒已经扫真久啊，啊，即马已经变到肺炎啊。肺炎哦，哎呀，我食食会着好啊。我是安尼讲无唔对，啊，不过你即马的情形真严重呢。医生讲，着要住院哦。哈，爱住院哦？哇！哎，厝的囡仔想要顾啊呢？当然是交何小丽家己顾啊。
小弟甲志忠即马足无用的啦。我看吼，这大堂地好势，我爱转来去啊。你人在哩艰苦啊，敢袂用休困一下？我若用休困啊，迄囡仔若无人顾吼，志忠伊嘛无耐心去做事业。你即马袂用转去哦。你若是回去，万一去为了囡仔，是要安怎？有影呢哦。啊，好啦，无得小大病一下啦。我感觉这种改变真多。以前伊对家庭这么这敏感，不管事业外无用，出来偌济代志，伊对许多人拢真友好，对某囝也真照顾。即嘛变得足自私的，啥物代志拢敢若顾虑到家己，完全无去顾虑到厝内人感受。我真正愈来愈无了解伊啊，已经毋是我当初小三迄样子。嘉玲啊，你莫怪伊啦，这条街会变哪样，拢是我害伊。那别怪怪我，那可怜，我知影你是一个较好的媳妇，你还受这多委屈，都无怨他，佮对我这友好，我感觉我是超见笑的啦。我袂怪你啦。我知影你所做一切拢是为了志忠，应该感觉见笑的人是志忠，不是你。嘉玲，是我自私，是我把你拖累了。好啊啦，你也白想，你身体不爽快，多放个轻松，好好静养。我去等你，替你看看娘生。老乡。走，你真欢喜是？我拜托你，莫一开嘴就甲冤家好无？你对我才当安尼啊？今物就要赶行李走？这是嘛行李？你要耍嘛走？你竟然问这款话？嘛戏呀，大戏啊！我带嘛去病院，今嘛等来提伊的衫，你竟然拢无感觉？你无顾虑到我的感受，袂要紧。啊，不过你连你家己的亲生妈妈都安尼放外我，你即马只敢来想着你家己。你真正改变足济，较早你就有责任感，也真照顾家庭。啊，不过你即马变甲足自私的，万项代志拢敢来想着你家己。完全无顾虑着身躯边的人，敢讲你的个性就变了？我安尼都是环境所逼的，即马马上已经插手联合饭店代志，贵厝咪阁搞逼到袂喘气。我为着联合饭店，已经不够一粒汤两粒大，变老应该去做别项代志咧。所以你要大大方方，带何小丽去参加酒会，当证人面头前讲，伊是你的太太。你无顾虑别人感受，哪里话呢？你转我回来，要搞忘一件代志。妈身体无好，我孤单来照顾伊。你竟然对我讲这款话！
天的一再伤害我。到过你醒过来，真正无我这太太存在。家玲，你是爱我讲啥啦？刚刚，咱一讲上起码的事的，你若讲不出来。你即马来到真城市嘞，你着做会到。我即马甲你黑死，敢有啥物路用？今日你来到真城市嘞，你着看袂出来。哪里有一件代志，我会请你好好考虑。跟何小丽，你还做这选择？这个我袂记得讲出嘴。我已经给你真多机会啊，公公，你可认为我是凊彩公公？你若是不知影你一直在伤害我，那就表示你对我已经无任何的感情。你好好想看卖，想清楚，再搁甲讲。敢？